节目母恩哈，那给妈妈坐这里，好，谢谢妈妈，给妈妈坐这里。光爷爷哈，安爷爷哈，哎呀，他是养育妈妈对那个小倩的养育之恩哈，啊，你们来叩一下头，答谢他，哎，答谢他，啊，再鞠躬，再答谢一下，啊，再三鞠躬。感谢妈妈的养育之恩哈，好，那我们还要跟爷爷，头巾就给奶奶，还要跟爷爷讲，跟爷爷讲一下话。你要谢爷爷啊，谢爷爷。嫁过去就是好好的，哎，帮忙先生哈，做一个好妻子哦。来，爷爷讲讲话，爷爷对不对？爷爷来，爷爷讲个话给倩倩啊，祝福的话。恭喜你，新郎已久，有妹妹相逢，早餐。爷爷头巾到那盖一下，好，妈妈，妈妈那个，好了，妈妈，妈妈跟你讲，你到那个地方去，还是我们倩倩是不错了，她是很会替人家想，哦，做什么事情她都会，一些方向她都自己会抓了。啊，倩倩，我也是希望说，今天开始我把倩倩交给你，我会好好照顾她。我是希望你真的会好好照顾她，因为倩倩在我这边是心肝宝贝。那我也希望说，我今天把我这个心肝宝贝交给你，你也一定要把它当成心肝宝贝，好不好？我想倩倩选择应该是不错啦，因为她，包括那一天她这样子，把你看得很重，把你看成生命中的一部分，啊，好，那这样爷爷，因为倩倩希望是爷爷帮她盖头巾。因为爷爷也是从小把他长养大，好，爸爸给你盖头巾了。来，慢慢慢慢的吧，慢一点，给他们照一下相。对，妈。文仲，第六台。这个放在第六台。这个放这。也可以啊，放第六台。那你坐第六台。坐第六台。坐第六台。
下新庄了，然后下新庄之后啊。看这边，看这边，大家看看这边，一二三。OK， 数。希望被冲了，对，先投金。只是慢动作就好了，大哥。头发都弄乱。对啊，要不要帮他再梳一下？那个，那个他喷了定型液啊，喷定型液。要把它拨拨正。是吗？没有吧？没有，就这样子。我见不上喷头发的。